我叫刘文静，这是我的故事。这个人叫教授，日常高冷，难以接近。我们是怎么开始的呢？我看见梦里清澈的眼神，我听见午夜深刻的歌声，我忘不掉你停住的黄昏，我触摸到你身后的余温。你说爱情就像那满载故事盛开的花，我翻越山海送给你呀，你就再等一等我好吗？我仍放肆前往啊，无奈这个世界总有点大，我路过深夜寻找你呀，你就别再离开我好吗？有些话在里。